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打《文明六》日本的征服篇啊。好，那咱们马上开始哦。这是我上次建的两个城，哇，这是沼泽地啊，湿地。啊，咱们先下回合。我现在有两个弓箭手，哇，这有蛮族。近年，我々の都市建設技術は大いに向上しております。都市に区域を築けば、農場や鉱山といった施設を建設するより、さらに効果的かつ経済的に町づくりを行えます。書くことはたやすい。間違った言葉を棒引きするだけでいいのだ。咱们出了一个著作啊，不过咱们还是先进攻这个蛮族，先拿下这个勇士。47。咱们弓箭手看来威力也不是很强，科技术的话，科技术的话是这样，咱一直往前走啊。我有一个终极目标，就是说生产钢铁，呵呵，需要188回合。OK， 咱们先暂时按照这个思路往下做啊。这边的话，我买一个建造者算了。230，买不起啊，那咱们只能下回合喽。弓箭手，我看看我的，没有建造者，看来咱们得需要出建造者啊。京都赶紧出个建造者，需要花5个回合，那也得出，没有办法啊。然后这儿出了一个建造者，先等一下，咱们先让工兵继续射击。OK， 然后让，这是斥候继续探索。单位需要命令，咱们新出的建造者让他过来砍树。哎，这轮砍不了啊，只能下一轮。那咱们下回合吧。咱们试一试这个砍树大法啊，看看效果怎么样。熱心で満ち足りた従業員を持つことは利益を出すことと同様に大切だ。改变政策，国家劳动力，我看一下啊。回合金应该加回合金算了。哎，不是加回合金，是每轮减少维护费，继续设计。还没打死，然后咱们去除这个森林，然后咱们这儿又秒了一个建造者，这个建造者的话继续过来，哇，不好，这边有个斥候，那还不能动。跳过回合吧，然后咱们攻守啊，这边有一个斥候很烦人啊，让横滨的弓箭手出来吧，不行。选择市政，帝国初期，我看一下啊。市政的话，军事传统。军事训练。咱们先来这个吧，政治哲学，这样的话呢，可以出三个新的政体。选择生产项目，京都刚刚秒了一个建造者，接下来再出个弓箭手，下回合，然后下一步咱们继续砍树的话呢，这个弓箭手按说应该也能秒出来啊。单位需要移动，离村庄太近，村庄在哪儿了？没看到呀，哦，这儿呢。天哪，再下回合喽，刚刚没有看到这个村庄，俄罗斯。哇，蛮族居然有船了，天哪。好吧，我打不过你哦，那还不赶紧跑。啊，这是咱们的建造者，造个农场吧，然后继续射击。还没打死，咱们建造者过来继续砍树，只能下轮才能砍啊，那咱们下回合。
咱们这个攻守已经过来 ，OK， 射击，太棒了。不过咱们没有出现，咱们没有使用那张卡牌啊，所以说对蛮族的攻击力并没有加五。不过还好啊，把它打掉。下回合，咱们再砍树，这样的话呢，这个攻守应该能够马上秒出来才对。不好，来了一个蛮族。这个的话，砍树，继续砍树。咱们的攻守往前移动一步，应该能射击吧 ？OK。建造者砍树 ，OK， 秒出了一个攻守啊！这个攻守就让他镇守城市吧。这个攻守的话，也回横滨，选择生产项目。啊，那咱们接着出建造者，继续京都。京都出一个商人，让咱们京都和横滨之间建立一条商路。下回合，哦，我对他并不构成威胁。法国怎么想的？法国占领了首尔，天哪！韩国在干什么 ？OK， 选择生产项目，京都商人出来之后呢，咱们再秒一个建造者，然后商人呢，咱们开一条商路通向横滨。开始贸易。この交易路は我々の文明に富をもたらすだけでなく、都市と都市の間を少しずつ道路でつないでくれます。道路が敷かれると、ユニットは地形によるペナルティを受けずに移動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哦，而且呢，我学会了货币。稍等啊，移回横滨，这应该也是个蛮族。哦，这是我的武士，他怎么在这儿站着？往这边探索一下，多伦多。继续砍树，砍树大法好使啊！这个攻守，这个攻守不行，和我的农民绑成一格算了啊！下回合，法国创立了新宗教天主教，这都是法国创立的吗？这边有马，这边不行，咱们再开都市啊！多伦多是个城邦，应该不是文明啊。砍树，砍树，秒出了新移民，过来生产矿山。待机，选择生产项目。京都的话，我看啊，京都的话，住个学院吧。这都是加一啊，没有加二的地方。挨着首都吧。好，咱们下回合。不过咱们应该还要接着砍树才对啊！我看一下啊，咱们的建造者绑定，然后，哎，绑定完就不能移动了吗？天哪！下回合吧。这是哪个国家？俄罗斯。哎，我和俄罗斯建交了吗？他凭什么进入我的境内？有点奇怪啊！过来砍树，棒子赶紧回首都。这个地方，咱们下面接着让他砍树算了。砍完树的话呢，这边学院区应该说能够秒出来才对啊。啊，我的斥候，我的斥候自动探索。勇士，勇士还得是守住我的家哦。这个建造者过来，让他继续砍树啊！哎，这么快就下回合？哎，我这个建造者应该能移动吗 ？OK， 下回合。
那砍树大法好使啊，哈哈，那咱们接着砍树啊，再砍掉。那这个学院区应该是啊，没有秒出来啊。咱们继续砍树 ，OK， 学院区应该是秒出来，然后咱们再生产一个建造者。这个建造者应该继续砍树，再秒建造者就好了啊。这有个树，一会儿咱们让他砍这个树啊。单位需要移动，咱们的弓箭手护送建造者出去，然后赶紧回来啊。下回合。哦，这个赤猴跑了，拜拜，呵呵，拜拜啊！我这哪就进入了古典时期啊？無駄な時間を過ごすことはない。OK， 咱们不砍树了，咱们在这儿造农田吧。建造者还是出少了。棒子攻击，棒子应该叫勇士啊。OK， 但是我想先不下回合，我看看啊，这个勇士还有一轮出。OK， 那咱们下回合出勇士，咱们接着砍树啊。砍树大法好啊，砍树大法好啊。我遭到了蛮族的攻击，天哪！我々の文明は世界の偉人たちの関心の的となりつつあります。もちろん彼らの関心を引こうとしているのは我々だけではありません。嗯。ある分野に特化した区域を築くと、その分野に精通した偉人を引きつけ、彼らの力を借りられる可能性がより高くなります。嗯，他让我造一些社区，然后呢吸引伟人，这我知道了啊。咱们先过来，先消灭蛮族再说。啊，这个建造者太棒了，建造者。先过来砍树，然后横滨继续出建造者，先拿下他这个投石兵，而且我的勇士不要死哦。然后横滨出建造者，再造一个，为什么呢？因为下次我的建造者呢需要砍树，这样加产能，再把这个建造者秒出来啊。好，咱们下回合。这还有棵树，也需要砍哦。帝国初期 ，OK。幾多の帝国が勃興を繰り返してきた。過去を振り返れば未来を見通せる。改变政策，购买单元格。来这个吧。开拓者，开拓者先不要啊。建造者。砍树，然后呢，我去秒这个建造者啊！咱们试一下啊！哇，没有秒掉，哈哈，待机。好，咱们下回合。哇，这个商路已经出来了啊！这有条道路，大家看到了没有？非常的方便。果然，他在打我的勇士。不行，我向后撤一步算了。然后弓箭手顶上。这里建造一个农场，封建主义 ，OK， 封建主义出来的话，咱们可以稍等，我看一下啊，咱们应该可以有一张新的政策。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话应该是出，哎，没有啊，封建主义什么都没出啊。建造者增加两次呢？哦，那是农奴制，啊，记错了啊。那咱们下回合喽。对，农奴制可以让咱们的建造者增加两次的工作的次数，非常的不错啊。哇，这个勇士过来送死了，哈哈。啊，咱们又出一个建造者，那咱们先过来继续砍树，然后呢，咱们再生产建造者。建造者 ，OK， 然后咱们拿下。这个蛮族射击，47，后面的箭手啊不能射击了，那算了，咱们压倒性胜利，攻击。
建造者，咱不砍树了，过来做一个种植园。下轮这个建造者就出嘛，对不对？好，咱们下回合，咱们好好的发展一下横滨，以后这个地方做成一个横滨港啊，做成一个横滨港。这是埃及，埃及都过来了啊，待机。建造者建造一个种植园，新出的建造者过来继续砍树。弓箭手，哇，这个蛮族能躲开吗？能躲开。弓箭手赶紧过来挡着点这个蛮族。选择生产项目，继续出建造者。好，咱们下回合，然后砍树，然后再秒建造者。建造者的价格是越来越贵，所以呢，咱们要早出，早早的都出来啊！哎，他跑了，他跑了 ，OK OK， 跑了也设计，呵呵。居然还听到了狗叫，说明开拓者带着狗呢。建造者砍树，砍完树，大家看啊，我要把这个建造者秒出来啊！哇，没有秒掉，再秒 ，OK OK， 速度减半嘛。稍等，我看一下市政。市政的话，我想直接出，直接出农奴制。农奴制应该是在这个地方解锁农奴制，封建主义。咱们走这条路啊，大概20回合左右。好，咱们下一步。其实按理说，我现在应该再建一个城。我看看啊，还有哪个地方比较富饶？哦，我先射击，先把这个蛮族干掉。盖农场，再盖农场，因为我横滨的住宅不够了啊。现在可以了 ，OK OK。好，那咱们，先下回合吧。我准备再开一个城。这个地方比较富饶，这是城邦吧？哦，是城邦 ，OK OK。这又出一个建造者，这个建造者的话，我看一下啊，矿，这儿过来生产一个大米吧。哦，哎呀，怎么弄成这个弓箭手了？有时确实不是太明白啊。那这个建造者，咱们过来盖一个农场，这有大米吗？对不对？这个建造者往前走一步，继续砍树。然后我想再出哦，这个建造者出来之后，咱们再出一个移民，选择生产项目啊，京都可以了。那京都出个移民吧。好，咱们下回合。京都出移民的话，那这个建造者一会儿过来砍这棵树算了。那需要我的棒子保护一下啊！法国对俄罗斯宣战，他们太好战了。这儿先盖个农场，这儿砍树，砍完树之后，这个建造者移过来，这个地方咱们要盖个牧场啊。同时，横滨啊，这个蛮族啊，这个蛮族，这个勇士可以移动啊。移动一下吧。好，待机，选择生产项目。横滨的话，咱们应该也出建造者，先出纪念碑吧。我想一下啊，纪念碑吧，增加文化值。好，咱们下一回合。这两个商路挺不错啊，呵呵，商路赚钱。咱们一会儿呢，再开一个城市，咱们再修商路，再赚钱啊。政府の体制をより強固なものにする好機が訪れました。我々の向かうべき道を明確にし、より多くの政策を駆使して民を治めるのです。政治とは可能性の芸術であり、事前の結果を追求するものである。咱们改变一下政策啊，我看一下啊，商路加2金，要这个吧，然后
城邦这都不怎么样啊。算了吧，确认政策。建造者，这个建造者过来砍树。这个建造者先和我的勇士做一个绑定，把他绑定上，下轮砍树啊。单位需要移动，这个地方咱们盖一个牧场。哇，这都是什么地带？我看一下啊。湿地，湿地怎么清除呢？湿地的话，咱们通过哪个科技来清除湿地呢？这个是灌溉，应该是清除才对啊。咱们试一下，我估计现在可以清除。咱们先下回合。OK， 啊，这有一个攻守待机，算了，下回合。埃及你要干嘛去？埃及你要干嘛去？我天哪！より高度な防御設備を築く知識を獲得しました。都市の周囲に防壁を築けば、侵入者の攻撃を防げるだけでなく、付近の敵を砲撃することも可能になります。OK。たとえひどい負け戦、咱们可以修城墙了。引き倒されようとも、石膏の技がことごとく破壊されようとも。OK。那咱们接着砍树修城墙算了啊，建造者先移过来，下轮砍树啊。这是出开拓者，这个建造者过来，这个雨林湿地也能砍啊。咱们先稍等啊，咱先买点地算了啊。横滨买地，这是产能，这是产能。这出庄家 ，OK， 下回合喽。地这么小啊，现在国土面积并不是很大哦。咱们一点点发展哦。哎，单位需要移动啊，咱们的斥候来这个，哎，咱们把这个工程车给他抢过来算了嘛，先下回合。哎呦。我和俄罗斯好像意识形态不一样啊，一个独裁，一个民主，意识形态不太一样。这是打我吧，蛮族！天哪，咱往这边跑啊，去抢他那个工程车，砍树，砍树秒这个开拓者啊！现在砍，我看秒出来了没有？啊，还差一个回合 ，OK。我咱还不能清这些个沼泽，天哪！那咱们过来砍树吧，下回合喽。咱们抢这个啊，破城锤，哈哈！这个蛮族真的是逮谁打谁啊，亏了我这有个勇士，咱不怕他啊。必胜，必胜我也不打你。咱们过来砍树，选择生产项目，京都。京都的话，远古城墙，然后开拓者过来这儿建一座都市。哇，他和横滨有点成为竞争的关系了啊！来吧，选择生产项目，啊，这个咱过来赶紧抢这个破城锤，能抢到吗？露营地，选择生产项目，横滨建造者，下回合必须接着砍树哦。啊，坏了，这个地方我盖露营地了，没法砍树了。哇，这个蛮族，天哪！弓箭手，赶紧过来清掉蛮族。那我这个啊，那我这个工人。砍这棵树算了，我和埃及也不挨着，过来砍树。好，咱们下回合，希望顺利的把这棵树砍了。哇，他把树给我粘上了，呵呵，太可恶，这个埃及啊！
哇，他跑了哦，这有一个蛮族基地，怪不得。那咱们赤猴移动一步，然后选择驻扎，砍树，建造者。砍完树，咱就回城啊。城墙还有两轮 ，OK OK。一会儿咱们接着砍树啊。咱就是砍树。哇，这移动不了了，真烦人。弓箭手，弓箭手不能动，暂时待机吧。跳过回合，下回合。希望这个埃及走开 ，OK。这个埃及去消灭蛮族，太棒了。这么说，埃及是朋友呀。埃及艳后啊！哇，他打我的赤猴，我把这个工程车抢完之后我就跑啊。他跑不了了，咱们抢这个工程车，抢。OK， 然后咱们跑这儿来，然后修生养性啊。哎，工程车呢？哼。射击。OK， 然后过来砍树。下回合啊，这树终于是我的了。但是蛮族被埃及给消灭了啊，经验值被埃及夺走了。我对工程有了了解，休息。哎，刚才工程车没有了，不是我的啊，赶紧回咱们的横滨。拿掉投石兵，蛮族的投石兵，把他拿下啊。勇士打蛮族不在话下，但是咱们勇士不能增加经验值啊。呵呵，砍树 OK 啊，还差一轮啊，秒出建造者。这个沼泽咱们现在去不掉啊，湿地。选择生产项目，京都。京都的话，我看啊，能不能再出建造者。这边树还没砍呢，再出一个建造者吧。同时这个工兵往这边调，灭掉这个下面的蛮族。好，咱们下回合。他急了，呵呵，我干什么了俄罗斯，看给他气的。主要是句英语， You have different government， 你有不同的政府，我采用了不同的政策。原来如此啊，意识形态不一样，那没办法了，看来只能兵戎相见啊。他在哪儿？圣彼得堡，俄罗斯啊。咱们先拿掉蛮族再说。建造者出来。咱们先建矿山。哎，不对，稍等一下吧。啊 ，OK， 我说呢，我这商队没找到，开城市。哦，福冈，福口卡 ，OK。建造者啊，弓箭手的话，啊，待机算了。生产项目，横滨的话，出一个弓箭手吧。那这个弓箭手让他移到福冈，移到福冈。选择生产项目，福冈的话，啊，福冈的话，粮仓算了，产能太低啊。好，咱们下回合。啊，这个地方开城有问题啊，先休息。弓箭手过来，消灭蛮族。这树都能砍吗？对不对？好，咱们下回合。咱们这儿开一个城，然后呢，以后在这个中间的区域，咱们建立工业区。这样的话呢，可以辐射到这个福冈，也是一个不错的想法啊。但是福冈确实是啊，是问题啊。我看我能不能买点地啊。
哇，还真不好弄。这个买下来，这个鱼买下来，这个产能我买不了了，应该买这个产能。对了啊，好，咱们先下回合。我忽略了科学。明白了，咱们应该是主修文化啊。再见，呵呵，再见。啊，福冈这边的产能明显不足啊，这都是沙漠，天哪！攻击蛮族。这个基地必须要拿啊。弓箭手，待机。砍树，弓箭手待机。选择生产项目，横滨，出一个远古城墙算了啊。好吧，这期视频呢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大概30分钟，谢谢您的收看。今后呢我会继续更新文明六的视频，也希望您呢支持关注我相关视频，咱们一起，做这个日本的征服胜利啊，不好意思啊，有点口渴。好吧，那咱们下次再见喽，拜拜。